鬼吹灯之九层妖塔是虚构还是真实存在呢？鬼吹灯之九层妖塔是以盗墓为题材的小说，直至被拍成电影，更是受到观众们的广泛好评。九层妖塔这个处所是奥秘且诡异，多半的人认为它是虚构的，天然的场景更是不存在的。当考古学家挖掘出两层的时候，才惊觉九层妖塔并非只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事实上，九层妖塔是青海热水穴位一号大墓，隋朝末年的吐谷浑的陵墓，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。大墓周围有很多小古墓，数量已经达到200多穴，国际学术界称为热水墓群。墓穴下还有三层是由泥石混合的石砌围墙，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的川墓，共有9层，当地牧民称之为九层妖楼。九层妖楼里面很是阴森恐怖，当地牧民轻易不敢进入，觉得那处是不祥的。此外，盗墓者更是光顾过九层妖楼，所以现在的破损情况非常严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座古墓规模过于宏大，目前保护文物的能力也有限，考古人员只发掘了2层就不再深入，就如秦始皇陵一样。